号体力那种是高难度的，那不然你就扛走嘛。那结果他偏偏是用骑走的。本家接获一起单车店儿童脚踏车盗窃案，歹徒杨生玉购买脚踏车，并趁店家不注意之际将脚踏车骑走。本分局随即展开追查，并立即查获犯嫌及该部脚踏车，全案依法函送地检署侦办。大概应该也差不多跟我一样高而已吧，瘦瘦的，应该160上下，然后大概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啊。啊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。我沿途就去调那个录影带啊，请商家帮我调录影带，结果看到居然是他是用不是用这样子拿走，而是用脚踏车用这样子，他就坐在这上面，然后就小小的就这样子，这样一直骑，对，他就这样子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，好像小好像在耍猴戏这样在骑，我觉得就很好奇啊，太夸张，而且他一骑就骑了。100-200，大概骑有300公尺长。哦，真的哦，那个很耗体力，那种是高难度的。大人有办法骑这个小车吗？这个大人骑可以骑，但是绝对很难骑，而且要很有体力，而且隔天他保证他的腿都会酸痛。会不会觉得很扯啊？遇到这个事，很扯啊！我觉得太扯了啊！因为就在我面前拿走啊，不然你就扛走嘛。啊，结果他偏偏是用骑走的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。